兄弟们，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？就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看不见。你们一定很好奇敌人为什么不打我吧？其实是因为敌人根本看不到我。没错，我隐身了。你别不信，你看我当他面打他两枪，他都没有任何反应。就算是萌新也不至于看不见我吧？看我把他击倒，他的队友也找不到我的位置。好家伙，队友都不要了。用这个技巧斩 KD 岂不是轻轻松松？而且方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找到一个弹射炮，把它放置好以后，我们点击进入的同时探头，就可以做到隐身了。没错，就这么简单。卡成功以后，在其他人视角里，人物是像这样悬浮在旁边的，但自己的本体已经隐身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想做的事了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敌人和队友都看不见。而且悬浮在弹射炮的虚体也是无敌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弹射炮摧毁，这样本体才会显现出来。这个技巧非常破坏游戏平衡，肯定很快就会被修复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不要轻易尝试，知道一下就好了。拜拜。小子牛逼。